欢迎收看媲美网的魔法课堂，大家好，我是小 P。 那今天呢，大概是继双十一以来呢宅女们最爱的日子了。从下班回到家呢，就一直泡在电脑前面守着这些促销的方案。那有可能呢，你连吃饭也顾不上，甚至洗澡洗头都来不及了，但是明天还要正常的上班，到底要怎么样美美的出现呢？今天我们的达人就要教给你。从额头的两边抓起一束头发，用另一只手倒着梳，把它刮毛刮蓬松。我的蓬松秘密武器就是这个，它是能够制造蓬松感造型的秘密武器。如果你的前一天没洗头或者头发太扁塌，它一定是你的救星。将这一束头发分成三股，开始进行加编的三股辫。每一束加编的头发都要从太阳穴的位置一点一点向上抓取，一直编到马尾的最佳高度，也就是下巴到耳尖的延长线。然后我们把所有的头发都抓起来，用黑色的橡皮筋固定住。然后就开始整理了。虽然我们一开始头上已经喷了蓬松的喷雾，但是我们还要把它抓起来，这样显得我们会更有精神。然后呢，再整理一下你耳边的碎发。也可以在你的头上配上一个发饰，比如蝴蝶结，然后扎到你的马尾上。即使你昨天没有洗头发，也不用担心你今天会变成又塌又扁的油头啦。